哪儿了？那你再看一下，来留给他看。你看，还是不知道的时候。啊。啊。那就不行了，那这样就不行了。我有一条流水线呢、啊，如果说明天晚上就直接过去了，那就不好了，就等下一个扫呗。你现在是有气缸的话，那就不行了，那就只能是做开发了。那你是什么玩意儿？也就是说，你设置一个时间，就是说每个20秒给一个信号出来，是吧？给你那个气泵，还是给哪个？啊、那个比个人软件是做不了的，个人软件只能说我给你。你那个气缸如果说也是用那个条码感应的就好了，你那个气缸如果说条码没扫的话，气缸就不顶，那就可以了。你那个气缸是怎么工作的？我说触发信号是哪里给？是我们白板给的还是？